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 我们今天来新竹县横山乡造访大奇洞步道。这条步道长两公里，登山口就在乐善堂，终点是大山背山。乐善堂是限定古迹，我们就先参观一下乐善堂。光绪癸巳年，这是光绪十九年，1893年，是乐善堂完工之年。乐善堂创建于清光绪十五年，初名石峡庙，日治明治38年改名为乐善堂。乐善堂大正12年1月，这是乐善堂重修之年。横山乡因境内有一座大山横卧而得名，这座山就是大奇洞，在这座大山背后的区域就被称为大山背，大奇洞因此也被称为大山背山。大奇洞步道的入口就在庙旁公厕旁边。杨桃在路边没人采，应该是酸的。石阶路缓缓上行，我超过10年没有走大奇洞步道了。大奇洞也称大奇洞、大奇洞，百年前也是一条古道。1895年乙未战争期间，钟石妹曾经以乐善堂为基地，在大山背山的山顶树立大旗，抵抗日军，所以大奇洞步道也是一条百年古道。我们抵达高顶农庄，高顶农庄的大门口，往大奇洞山顶凉亭1200公尺，约30分钟。要开始一段爬坡路了，这里有座椅休息区，继续前行。这里接上农路了，水泥车道中间有步道，大储水槽到了。虽然是一路上坡，不过这石阶都不会太陡，走起来也不会太累。旁边有农园。大山背出产柑橘，这里有一座观景平台，前面左岔路是樱花步道，仍取直行往大奇洞山顶，还有300公尺，8分钟。最后的宫顶路，我望见山顶的凉亭了。从乐善堂出发，差不多就走1个小时，登顶大山背山。山顶有观景平台，山顶的基石在这边。大奇洞，大山背山，海拔705公尺。三等三角点。我们本来要走这条马路下山，走环状路线，不过目前道路封闭施工，所以我们就原路折返，改从樱花步道下山。我们现在下山了。
樱花步道入口。这个季节没有樱花可赏，就是一整排的樱花树。差不多走了十分钟，抵达樱花步道的终点。前面这条马路就是通往大奇洞山顶凉亭，目前正在修路。好，谢谢。这位机车骑士说，骑到上面的时候道路封闭，完全没办法骑上去。我们继续往下走，我们现在接上既定的路线呢。前面岔路取左行。哇，这边山坡有大片的柑橘园，大山背休闲农场。这个季节走山区道路也非常的舒适。现在这个地方台湾宝图标注的地名是竹篙屋。旁边这里有个凉亭，哇，旁边这里竟然有一座木造的伯公庙，源头镇神伯公，民国102年改建，蛮特别的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木造的土地公庙。继续前行，前面左岔路往高顶农庄，我们要取左行，因为如果走马路的话要绕一大圈才会回到乐善堂。高顶农庄，继续走往乐善堂。我们下山差不多走了50分钟，回到乐善堂。大奇洞步道来回大约4公里，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。这条步道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，1、2月来的时候有樱花，4、5月的时候有桐花，登山口还有限定古迹乐善堂，啊，是一个不错的景点跟步道，啊，推荐给大家。我们今天的旅行，详细的路程时间、路线地图、GPS 离线地图档案、GPX 离线地图档案。我会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们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